这是结婚证，我在上面画了你和我，还写了我们的名字。你有了它，我们就永远都不会分开，永远都会在一起。手游记错了，千初，要找什么你跟我和妈说，我们帮你找。是，医生都说了，让你遇事不要急急躁躁的，心态放平，知道吗？来，坐下来，别着急啊，能找什么跟妈说。妈，我总是记得自己好像有一个蓝色的小铁盒子，但怎么找都找不到。蓝色小铁盒有啊，妈给你收着呢。你和小弟订婚之前找出来的，我看那些东西啊挺有意思的，就给你放起来了。是这个吗？急着找这个呀，妈。到时候您跟爸也看看时间，我跟小弟都订婚这么久了，该领结婚证了。那当然好啊，赶紧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叫你爸吃饭啊。走吧，牵手。好，看看你还想吃什么啊，妈给你做啊。嗯。周五是我们领证的日子，当然会空出时间来，放心吧。对了，小弟，嗯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画过两张东西？你说只要有了那个，我们就算是结婚了。那个呀，我当然记得啊。我的那张前两天在家里找到了。这样吧，周五你把你那张也带上，领完证之后，我想找个地方把它装饰一下，以后挂在家里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。小迪呀，你要找什么呀？啊，你要找什么？妈妈帮你找啊，妈妈帮你找。十小年的东西是不都在这儿了？还有没有在别的地方的？哎呀，小迪呀，小年读大学的时候把好多东西带到学校，后来他又没回来住。该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啊！你看你翻得乱七八糟，你到底在找什么？我就知道他不会把东西放在这儿。我先走了。小迪，饭做好了，吃完了再走吧。小迪，听爸爸一句，什么事啊，适可而止，不要再把你姐掺和进这件事了啊！我听千初说，你画过一个结婚证，跟他人手一个，还有一个在你这儿，是吧？是。我在家找了，没找到，在你手里吧。在我这儿。给我吧，反正以前的事儿都不作数了。
那上面写着我和千初的名字，如果他想起来，你就算是。千初那张订婚前我就看过了，所以那上的名字你已经改过了。嗯，改过了，只不过没想到你这儿还有一张。不过你们两个那时候还真够幼稚的。再幼稚，也是我们俩的过去。你不也说了那是过去吗？你现在不也有别人了吗？这样吧，我们就当互相帮忙，你呢把它给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麻烦，怎么样？石小念，我是爱千初的，我对他的爱不比你少。如果最开始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是我，我跟他一定能走到最后。谁和谁一开始的时候都希望能走到最后，希望你们可以吧。姐，我求求你了好不好？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你就最后再帮我一回吧。姐，我求你了。你听我说，我一直没有找到，然后我就回家去找，我回家也没找到，我就想着是不是我姐拿走了。你也知道我姐姐她对你，我知道了，小弟。小弟，我先处理点公司的事。下午吗？好，那你把资料准备好。知道了。小迪，这个我还想怎么跟你说呢。我下午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试镜，我要不去的话挺遗憾的。正好你也有事儿，我就不用那么有负罪感了。啊，这个会来得挺突然的，我要是不去的确不太合适。没事，工作重要，反正咱们迟早要领证的，咱们再挑一个好日子，一样的。